着勇气，挚爱得永久。
做世界之最，似乎所之旅，谁理得我淡对，仍还受你尽在世间天碎，几多对能够几多精髓，能撑下去，竭力也要为爱尽碎，耗尽一生美高泪，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，当生命仍能为你喝出。送俾大家今日帶嚟嘅第一首作品啦，嚟自 C All Star 嘅歌曲啊，歌名叫做《天太遠》。咁啊，講起呢個季節啊嘛，係。咁啊，一日之間咧，你又中意咩嘅時間咧？中意咩嘅時間？朝頭早啦，夜晚啦，下晝。我中意下晝。如果夏天的時間，我喜歡下午三四點的時間，因為我覺得那個陽光是比較溫和，但是又都猛猛地，我覺得 很舒服啊。Okay. 是啊，即是中意比較即係好浪漫的，是啊是啊，以前我就喜歡夜晚的浪漫片是有的這樣都是夜晚靜一點的，都是夜晚就係咯，舒服啲咯。即係冇咁嘈，你諗下夜晚嗰、那個講音樂嘅，係夜晚嗰個音樂咧，即係你個唱歌啦，即係你覺得夜晚嗰個氣氛同你嘅音樂咧，好成一個對比。你因為夜晚靜啊嘛，你擺一個音樂落去咧，你可以將個夜晚調配成咩嘅氣氛啊？哇！你又講得啱嘅，其實真係咁我聽歌又真係夜晚會好 feel 啲，我都覺得。係啊，因為個氣氛出邊。你日光日白，好似聽而家睇呢一首歌咁樣。都係，尤其是真係要半夜三更，最好真係好似個歌名嗰個時間咁聽咧，就最啱 feel 咯，我覺得。冇錯。送俾大家 Ega 嘅作品啦，歌名叫做 Free In。脆弱太敏感，不肯一滴滴恋。
夢呢？我哋今日好似好似係要聽歌喎。係啊，你呢個有冇嘢想講啊？我想講嘅時候教大啲教多啲。教多啲喎。頭先咧越唱嘅時候咧，開始都有啲朋友仔行到台前邊啦。咁咧，其實我好點講啊？好耐冇見過有咁多觀眾啦。因為我嚟 APM 嘅唱歌嘅日子，通常都係啲平日夜晚，咁平日夜晚咧就會少人流啲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今日係咯，唔知點解今日會多嗰啲朋友，所以唱得都幾喜慶，喜慶我嘅嘢，完全唔知講乜嘢。好，我哋嚟啦，我哋帶你吳祖兒嘅作品。唱唱鬆都會唱呢首歌，但係咧，我聽翻嚟講咧，話呢首
就好難唱，尤其是女仔唱嘅時候，男仔都好難，係嘛？佢個 key 都唔係，係啊係啊，佢個 range 又闊啦，跟住啲歌詞又翹口咁樣。好，唔緊要，我哋盡力啊！送俾大家 Tony 嘅作品啊，歌名叫做《長生先生》。難道我可以留住宿命，重遇你一次？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沒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試，攀險峰千次萬次。其實這首歌出了多久？練幾兩年，其實真的沒有停過。
喎，佢好似即係個原唱。年齡有三歲。係咯，一出嘅時候本身係原唱 JC 都唱到好多人認識啦，跟住到前排亦都喺國內咧有另外一位歌手翻唱啦，因為一套電影係啦，咁又唱到爆紅咁樣。咁跟住到最近啊 ，JC 又翻咗去咗。個比賽，國內嘅歌唱比賽係啦，就唱翻呢首原唱歌，係咁先俾人知道原來呢首原唱係許志安，都幾感動嘅。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好送俾大家 JC 嘅作品啊，歌名叫做《說散就散》。抱一抱，就當作從沒有在一起。解释都已经来不及，算了吧，我不做过什么没关系，我活了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和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。一下说不想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想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在冒犯，不必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唱歌啊，又或者可能想聽下我
想嗰啲音樂嘅 cover 片啊嘅話咧，可以歡迎去我嘅 Facebook 啦，或者 Instagram 啦嗰度追蹤一下我嘅。咁咧就係 Verily Music V E R A L I U M U S I C 係啦，或者我 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揾到我噶。YouTube channel 就係 Verily 啦 V E R A L I U。好，咁咧繼續啦，我哋帶嚟咧最近出現翻嘅一位歌手啊，你有冇睇啊？我有睇某個台嘅素人選秀節目係啦，咁就成日見到佢。係啊，咁就我就唔係成日睇個選秀節目。我立過下啦，咁但係就見到佢有唱歌咯。係啊，好耐冇聽過佢唱歌。大家要留意啊！你有兩位都係喺我哋 APN 嘅，亦都方華都係喺個選秀節目。係咩？係咩？係咩？啊，係喎，我識其中一個，係喎，你唔講我唔識佢，係好跟上嚟啊！送俾大家側田嘅作品啊，歌名叫做《美麗之墜》。怎覺得足夠？望你的天真可以明了眼，看你半世還未夠。喜歡你的眉頭，哪怕就你始終清秀。在某天未發展，在某間咖啡店，常記起錯你後面。習慣守望半天，望你從來都温暖，想一生看下去，但會等一天80歲，看你發短灰色的點綴，未來只有樂趣，和你去拖沙看世界，雙眼開始進入醉，猶如歡笑。你在这里，我的双眼里寻找到宇宙之最。是像你转身看你在望，望你不是自愤多好望，自信坦率多可爱。想挫折亦暗涌，不沮喪不投降，看你斗心多么恐慌。但你竟用决心任意放弃所有，独过走我要殿后，视线跟着你走，直到你放开所有。想一生看下去，还会等一天80岁。你发短灰色的点缀，未来只有乐趣。天真醉我所追，只怕始终未等对。仍然想讲我哋一句，我的双眼里寻找到美丽之最。说过对你要接受的爱，重要。将爱悲哉，最怕看见你抱着决心离开。
一首咧，我成日喺婚禮唱歌嘅時候咧，都會唱到嘅一首歌，亦都自己非常之中意嘅一首廣東嘅好好係適合婚禮嘅歌啦，就所以喺度想唱俾大家聽啊！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咧揀多一首歌先至休息啊！好，唱咩歌好啊？我諗到啦。好，我哋咧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作品啊，开学啦，开学就会有下课，好难啊！好，送俾大家，等你下课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住了一间公寓，为了下雨你不期而遇。像个你一样的大学，我交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饭，才发现不知道在你又擦肩而过。
佢哋嘅作品，當然叫做等你下課。咁咧喺我休息之前咧，我突然間咧有樣嘢真係好想講嘅。咁咧就係咧，我突然間醒起咧，今日咧係我病咗病完之後咧第一次公開嘅演出，係啊。咁咧我發覺咧把聲開始翻嚟啦，即係咧其實咧我把聲咧係 keep 住咳咗，我諗都大半年時間係好咳嘅。我以為我自己咧，唱歌嘅技巧咧退步咗，一直以嚟，咁咧原來咧經過呢、這個真係病發咗出嚟，即係可能我大半年可能係陰啲咁樣，唔係好發到出嚟嘅病啦。係啦，到呢個禮拜真係發咗出嚟嘅時候咧，睇埋醫生啦。嗰日多得你哋幾位猛男陪我睇醫生啦，係啦。睇完醫生之後咧，食咗啲藥啦。咁跟住咧，我之後咧仲有去喺呢度附近嘅，即係油塘嗰邊咧，有檔咧專係買一啲湯包嘅問題，係啦，咁咧就買咗翻去，好方便啊！買咗翻嚟自己煲，煲完之後咧，我覺得係飲咗之後咧係真係幾好嘅，係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因為我哋三個陪咗你去飲，係其實我重點係想講呢樣嘢嘅。我咁大個仔，我都未去過間醫院，係好似酒店咁樣。冇辦法啦，我要半夜三更去睇醫生就真係要咁樣。哇！嗰條樓梯幾咁長？邊條樓梯啊？嗰條樓梯咁長，我哋上面嗰條喎。係啦，咁就係啦，其實都幾開心啊！真係好似以為把聲唔得，但係原來係只係因為基建故障啫，係啦，我冇好好保養，冇好好維修，咁而家好似開始翻，係咪？好，係啦，咁我要分享嘅事就係呢度為止。咁咧，而家到咗我哋嘅休息時間啊，轉頭啦，15分鐘左右啦，就。